Y好，现在是小张小伟都适用点位开局。小张这次欠住小伟。刚才的这个僵持状态是非常有意思。余步在此，这一波谁敢与我一战？小伟是不要上，他在及时的换人。抓住了，知道。小张切换人，拨开了小伟，小伟的牢笼，好，好像没有，他出来了。吃的比较伤啊，然后现在的在诸葛亮的分身之下被骚扰，然后水牢又吃住了，危险，想再换回诸葛亮。现在双方在互相的水牢在互相的骚扰，然后加火控。小北利用起来比较明显，来夺命棒，然后切到假招，及时进入防御状态。防御结束后，然后又吃了一波张角，试图进行的时候，小北的二重击就是一直会处于一个非常麻烦的换血状态。目前小赵还没有找到方法，这一波超点没有，然后又被这个张角的这个无双拒绝。好，这次终于找到他的鞠躬尽瘁。